你最近在北京吗？我去年桃花坞前离开的北京，直到今年1月18，我爸生日那天，我才回到北京。我整个小一年都不在，想死北京了。忙啊，忙碌，火呀，现在就，哎呀，你看，行，火了，哎呀，也没有，一般吧，没那么火也。哎，这挺舒服的。大南瓜，小馅儿，别。要写那个树吗？写啥？写愿望树啊？对啊，哪个是树啊？那个肯定是他了，别的不这个哦，对，我看见了。哦，我们这么有仪式感啊！幸福树，人家是。我想学会开车，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一辆自己的车。哦，那你学吧。你敢不敢？就是你开车接人是一件很帅的事情。确实是我小的时候那会儿，确实很爱开车，是不？上哪儿都开车。然后有时候有一天赶我限号，我开我家里那 GL8，我自己开。然后我因为我经纪人不会开车，他坐我边上，然后我开车到那儿，人那儿，呦，老师下车，那个您就停那儿就完了。哦，我说行，那你先进去吧。然后那你肯定你确实得停。我对我跟外边找车没停，还挺逗。